This is the Da Tang Bu Ye Cheng. they're just loving it, my Chinese. If you come here at night, there is lights everywhere. All these things, they are lighting up. So it's more beautiful at night. But there is too many people at night. It's crowded. 这里晚上人太多了，人山人海。 现在下午有点热，人比较少。你有看过《妖猫传》吗？《妖猫传》是什么？就是一个电影，也是关于讲大唐盛世的一个电影。你应该看。其实这个景就非常像那个电影里面。啊，What do you have？ 这是日本的，对不对？对，《火影忍者》。Naruto。你喜欢看这个吗？我以前非常爱看。James， there is Messi， there is one other。 But there is no Black Panther。 中文啊，你们是哪里的？我们就是长安的。你们是唐代的？啊，嗯，对，唐代的。啊，过来，谢谢。拜拜。Everything here is about the Tang Dynasty of China. Everyone is wearing, you know, Tang Dynasty clothing. This is like Xinjiang dance. Oh, 这什么鸟？ 哇塞，你会说中国话？ 会的，美得很，聊咋了？是不是？ 你那个汉语说的特好了，给你点个大大的赞啊！我说的，马马虎虎。不是，你说的特好。谢谢。我，你比俺们就是这个西安的都普通话说的好。啊，我是黑龙江普通话。好，黑龙江的。黑龙江的。东北的。东北的，对。东北人口才非常好。口才我都吃饭了，不行。谢谢。好的。 要是想创业的话，我也建议你去那里，投资比如说矿业或者国际外贸也是可以的。哇，也是一个投资热点。对。Which one should I choose？ 颜色像应该这个样子，应该会好一些。对。你觉得OK吗？然后你来找个腰带。还是你穿个白白的，黑色的，黑色的不行，我也是黑色的。 喜欢这个，对，简娟。I like this one 对，要么这个。好了， 那你们选，我随便。I can wear anything。 有点宽松。像不像皇帝？给你把颜色换一下。把颜色换。 So I need to wear the thing, and then I need to memorize the poem. Then they're gonna take me somewhere, recite the poem. I'm trying to master it right now. And this was so random. I did not even plan on doing this. So this place is where they sell things like hanfu, and things that were worn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Yeah. 我还是要化妆吗？ 你需要化妆，给你化的更好看。我感觉化什么妆都看不出来，现在。我上次化妆的时候起痘痘了。眉毛加深，口红稍微涂色。口红？男的还要口红吗？口红 ，lipstick on me 哇。哇，这个肉夹馍好香啊。两杯，七个是吧？七个。来美颜吗？坐好。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肉夹馍。真的。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肉夹馍。你感觉排队排的比较长，你感觉它应该比较好吃，结果一点都不好吃。以后就来这里，别的地儿不去了。打包一下。嗯。
你好。啊，可以拍个照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来，用你的手机，用用他的手机。用他的手机，来给他。你给他两个拍吧。谢谢。破产老外在中国。啊，你也来，你也来。把三个一起。来，看那里，看那里。没事没事，我站这儿给你们三个。那边都是海东西。里面两个是双胞胎吗？哦，没有，你先看清楚，他们主要要看你。来，看你，一、二。不用谢。第一个的男帅，你漂亮。谢谢。来泡男喽。你会讲中文吗？我会。你问人家你在哪里？你是哪里的？我是来自赞比亚的。赞比亚知道吗？对。不知道。赞比亚在非洲。非洲哪个位置？非洲南部。南非。中文说的 好。离南非近，对。哇，他你中文说的 very good。谢谢。还有最后宣传一下，破产老外在中国。是微信视频号，视频号，微信视频号都有。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我们走。粥。红豆薏米粥。能打包吗？这啥呀？这活着吗？活着。活着活着。啊。这里有点像回民街一样，那种感觉有点吵。要介绍去了吗？也行。等一下等他们。喝个酒吗？啊，你好。你好。你好。你是卖啥的？我是卖桂花糕的。哦，桂花糕的。你的中文非常牛逼。你在中国待了几年？已经有6年了。你的普通话说的真好，真的。谢谢。来，免费喝。来，我刚刚吃了肉夹馍，感觉太饱了。啊，没事没事，你拿点。我不好意思。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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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要尝一个吗？尝一个。不尝。那我吃了。我try this。啊，烤肠快快啊！煎烤肠烤肠快快。我介绍一下，视频号。破产老外 YouTube 破产老外，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吗？抖音吗？我微信视频号。人家要关注一下，说一下破产。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说话。啊，来说一句。好吃吗？羊皮。啊，好吃。啊，魅力很。啊，魅力很。你们是本地吗 ？Yes。本地啊，我也是本地。大连。谢谢。自我介绍一下，破产老外东东，人家搜你没搜到。我帮你说说，是这个吗？这个。关注了，好，谢谢。就是用啥做的？黄米。黄米。对。Hello。你吃的是什么呀？我给了扔了。你想抢一个吗？不要。不要。好了。哇，这是野猪吗呀？啊，可以啊，拉萨米的，放一下。哎呦，拉萨米的。哇，这里还有外国人。OK， 真的。啊，可以可以 ，for you。Good good， 你是哪国人？阿拉伯。阿拉伯。这是泰国的。泰国。柬埔寨。柬埔寨。柬埔寨。哦，柬埔寨。It's the Tang Dynasty。叫什么名字了？我叫破产老外。啊，破产老外。对。哇 ，look at that！ 哎。Hello。我们确实在唐代。Hello， 欢迎来到唐代。中国时刻欢迎你们。谢谢。Welcome to 大唐。谢谢。可以了。好。给你抱抱。你说唐。破产老外呀！我天呀！一岁以后要长你这么高。看那里，看那里。看妈妈。对，妈妈可以放心。对，不能你去。谢谢。啊，你很帅。谢谢。你长得帅。你说你也长得很帅。谢谢。啊，谢谢。中国话。帅哥，拜拜。能跟你合个影吗？哎，可以。马上成网红。
肚子要咬我的脚了。嗯，谢谢谢谢。你好，朋友是哪里来的？谢谢，不客气。我来的餐厅，我是本地的。本地的这个可以哦，陕西娃。可以可以，帅的可以。I'm cool. Yeah. You too. Bye bye. Hello. Hello. Take a photo. Photo. Okay. 可以给你照个相吗？可以可以。他妈的嘛！相爱小孩一个。来来来，一起。等一会儿。Okay. Thank you. 哦，你在直播吗？对。哎，你能听懂我的话？我是半个中国人。半个中国人。对。你女娃吗？啊，就是我妹妹。Sister, 她妹。妹妹。拍照，拍照。啊，拍照。Mother。要不要个？嗨。嗨。好，没事。OK。Thank you. You're welcome. Bye bye.你可以叫我哥哥，你可以叫我哥哥吗？叫呀！好好好。这家你更黑了，真的吗？啊，没有，我觉得我穿这个还闪，有点白。今天晚上还有活动吗？有，八点半。哎，我们又见面，你好。你老板呢？原来你会是中国人。我是半个中国人。半个中国人。你总在上面。非常不屑。我叫做 Tang Dynasty。Yes. Tang Dynasty. Yes. Thank you. 至于这些东西，则为唐代的果子。指的可能不是咱们现在意义上的属于果类，啊，指的是类似于做成水果一样状的糕点，里面会比方说塞入糖、豆沙以及其他的各种佐料等等。后来唐代这种果子传到了日本啊，它叫做鹅果子，但是源头还是源自我们中国的糖果子，在现代可以叫它为凉皮。但是在我堂称它为冷嚼。这个有什么吃起来有什么讲究吗？还是说张口就能吃了？在我堂的话，如果非正式情况下，您可以先尝一下冷菜，然后再尝一下这个热菜，最后比方说尝一些甜点。没事，喵喵面应该好吃吧？接吧，接客气啊，接客气。来给您最大的碗了。千里黄云白日曛。水翻吹呀，水翻翻，莫愁前路无知己，家下谁人不惜君。Okay, now it's time to go home. I can change my clothes. What was that?我妹妹，你跟别人谁 FaceTime 吗？哦、no！ 我解不开。我来。他们老外可能不会系蝴蝶扣。天地之体，海山川。